贾两杰氛围如何？还喜欢吗？有什么想知道的事？我能理解远离亲人的苦闷，固然不幸，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成长。想要成为独当一面的男人，或许就要学着面对这些。有同伴帮助，想必会过渡得更顺利。贾两杰氛围如何？还喜欢？有什么想知道的事？对于蒙德人来说，酿造是沉淀。如今战争远去，生活安宁了许多，我们才能酿出品质更为上乘的美酒。就算不亲身汇入欢庆的人群，我也为此感到满足。说起来，假日果酿你尝过？如果有什么改进建议，我很乐意听。你好，是来看我的摊位吗？有很多近期研发品哦。你说就好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时候逃走了。我觉得无论是你还是诺埃尔都会表达得比我更好。你们后来还顺利吗？武士日落果改63号四倍甜度版和其他材料在混合过程中没出问题吧？还有那个。哇，太好了。那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吗？我想把这次千峰佳酿的配方完整的记录下来，哪怕在很久很久以后，未来的我们也能再次还原出今天的味道。还是这样悠闲的日子更适合我呀。好呀，小可爱。哎呀，知道大团长专门给我写了留言的时候，我也挺意外的。没想到他在外奔波那么久，心里还一直念着雷泽。明明他对琴就很严格呢，佳酿节的大小事务都留给了琴去伤脑筋，连句慰劳的话都没有。等他回来，我可得好好为琴出口气呀。好呀，说起来，雷泽这个名字，我一直以为是大团长为他取的，原来是他亲生父母早就想好的呀。嗯，没错，雷泽和我说了，他听到了父母的声音，像蹭到了被太阳照着的石头一样，又暖又重。在他心中，他们一定是亲切而又厉害的人吧。又见面了，也行吧。是有什么想问我的？哦，他写的信芭芭拉已经拿给我看过了，他还在牵挂他父亲西蒙，所有成员平安无事那句差点就要沾上泪痕了。嗯，你问我吗？法尔加，你认为我应该把他当作父亲来看待，对吧？但我没法像别人家的女儿那样担心他，如果他拿不出足够的勇气和实力，就不配带领那么多人。这样的人不需要我们太过操心。又见面了，也行吧。是有什么想问？这么说，他最后想清楚了。
听上去离独立还有些距离。不过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挺好的，也算你们。风，轻轻的，嗯，你。轻轻的，舒服，好。信，送来消息，想谢谢他，我想他，卢皮卡也想他，我已经大了，想听他说，人类的爸爸妈妈。风，轻轻的。好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，人类的爸爸妈妈是冒险家，师父说恐怕没活下来。我有一个木箱，里面是朋友送的宝物，是我最珍贵的东西。人类爸爸妈妈的盒子里都是我。想不到你会来到这里呀，去吧，我的。想不到你会来到这里呀、啊，好呀，真想多听听你的声音。祝福？哦，你说那个？偷偷告诉你，还好大家举杯的时候没有把心愿说出口，否则我就要下不来台了。因为，风神巴巴托斯的本事很有限嘛。为了吹起来自遥远过去的风，我可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深呼吸。差点缓不过这口气呢。想不到你会来到这里呀、啊，莫非你是顺着风中的酒香一路？好呀，真想多听听你的声音。那个孩子成长得那么快，我也很欣慰。哼，用这种口气说话，一下子变得像极了老爷爷呢。这次还要多亏有你们这些好朋友一路支持着他，善良温柔，也不乏浪漫和自由。不愧是喝着果酒壶的水长大的蒙德人。至于你嘛，放心，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了。想不到你会来到这里呀、啊，好呀，真想多听听你的祝福。哦，偷偷告诉你，为了吹起来。想不到你会来到这里呀、啊，好呀，真想多听听你的。趁着那么好的节日，我早就喝到喝不下了，可没想到归风日那天，大家又把压箱底的好酒翻出来。哦，闻着都让人陶醉，只好再冲一冲，再冲一冲。不瞒你说，最后我还偷偷藏了两瓶哦。